斑马玩具，钻地车出故障了，工程师们在修路。大家在使用钻地机的时候要小心哦，这一带的土质很硬，钻地车很容易出故障的，到时候可能会受伤，大家都小心些。Oh no！ 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呢？队长，钻地车出问题爆炸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刚说完要小心，这么快就出问题了，大家都没事吧？快去抢修。怎么样呢，队长？检查出了什么问题吗？哎，不行呀，电源被烧坏了，要回工程队拿电源换上才行。派我去吧，我马上就把电源拿回来。这里还有备用的电源吗？工地上的电源爆炸了，得拿个换上才行。不行呀，电源还在充电呢，要等会儿。哎，等就等吧。好了，赶快拿过去，路上要小心哦。嗯，谢谢了。队长，电源来了。辛苦你了，快装上电池，开工吧。换上电源的钻地机终于恢复正常了。小朋友们，钻地机的电源怎么了？赶快留言告诉我吧。喜欢我，记得点击关注或订阅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